欢迎欢迎，我今天晚上就这么直播啊，这样这样啊也可以。开玩笑开玩笑。Hello， 大家好，我是高露洁品牌代言人龚俊啊，很高兴今天能和高露洁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一起畅聊。哇，郭老师，好久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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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看到你都是一身白色，但是今天的这个白不一样了，今天这个白呢更有多重意义在里面。多重意义？对，不光是要穿着白色，牙齿要白白健康，对不对？那可不。哎，最近在忙什么？哎，最近在横店拍着呢。啊，横店拍着呢。是是是是啊，这个连轴转着呢。哎，对，拍狐妖小红娘。哎，所以各位期待一下吧。这个很多造型当中其实都是以白色的这个造型出现，但今天其实我们除了要跟龚俊在这边分享到他的一些最近的动向之外，还要跟龚俊一起揭秘的是牙齿亮白的秘密环节。牙齿亮白，我有自己的秘密。你有自己的秘密。所以接下来在直播间前面的朋友们一定要守护我们的直播间。对，今天有非常多的好物以及龚俊的牙齿亮白的小秘密要一一揭晓。大家其实很多人都说你的笑容特别的治愈，而且你，我感觉你就是个特别爱笑的男孩。哎，是，我平时就是比较爱笑。哎，然后呢，我这个人啊，性格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比较乐呵。那你运气应该很好，爱笑的男孩运气都很好。我觉得我运气还可以啊。但是为什么我这么爱笑？因为我这个牙齿还算比较健康，因为我用高露洁呀。对吧，真的。其实要说到了笑这件事情，大家一说一笑其实可以十年少。哦，对不对？是笑一笑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乐观心态的表现。是，而且我觉得尤其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对自己微笑也是给自己打气的一个感觉。是，有的时候哈，有的时候现场万一尴尬了，哎，就哈哈 哈自己笑一笑啊。所以一会儿你哈哈 哈微笑的时候，就代表着我的跟你的交流有点尴尬。是吧？不是，哎，今天不会这么尴尬。哎，今天要多笑，也要邀请屏幕前的这个我们的每位收看直播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微笑。因为微笑其实更多的是要打造一种给自己的自信的能量，给自己自信的能量，然后也可以让别人不尴尬。对，缓解一下情绪啊，缓解一下自己的这种状态。哎，给别人也是一种情绪上的鼓励，是不是哥？笑一笑。嗨呀，最重要的是说到了笑容，我个人觉得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笑出口腔年轻力。对，当然呢，口腔的健康，口腔的这个应该叫做选用到好的一个产品非常的重要。你作为代言人对高露洁应该很了解了吧？太了解了。那我们在正式给大家推荐好物之前，先来进行一个小小的考验。要干什么？大家都知道啊，俊俊子非常热爱音乐啊，虽然距离上一张单曲发行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了，但今天我们开场就谋一个小小的福利给各位。大家都知道吗？其实我们高露洁有一个很好听的一个小节奏作为我们的广告曲啊。我知道了，来吧，我们先原音重现一下，让大家也听一听好不好？让大家先听一听。来，我们听一听高露洁的这个非常好听的广告曲，三二一，来喽。这个广告曲啊，挺熟悉的，应该是李荣浩写的吧，只有两秒钟。baby， 这，但我能唱出不一样的感觉啊，真的，哼出不一样的感觉。哦，来来来，各位，掌声欢迎龚俊版本的高露洁广告曲啊！来来来，来来，三二一啊！啦啦啦啦，是不是有点 RNB 的感觉？哇，非常的 RNB 哎！啦啦啦啦，你好好给我面子，哥。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不一样的表现，因为呢，其实说到了音乐，就是有很多的呈现的方式。每个人有不一样的见解嘛，是不是？对，我相信各位。啦啦啦啦，是吧？这调在不在？我完全记住了。啦啦啦啦，是是是。各位，这个我其实可以变成铃声哎。是，变成铃声可以的，哥，要不要擦擦汗呀？哇，真的是。我看你，纸，擦汗擦汗。来来来，擦擦汗，擦汗接啊，擦擦汗，接着继续啊。来来来来，你放点纸在这儿，没事。你怎么不流汗呢？真的是，我天哪！我是汗，我天哪！我是灯一跳就流汗。好了，快接来来来，来继续。广告曲非常的好听，但是我相信同样有感染力的是，刚才你在哼广告曲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其实这个广告曲唱起来的时候，嘴角是上扬的。哎，真的。啦啦啦啦啦啦啦，你看。各位可以试一试，今天其实在直播间当中我们所有这些互动环节，包括推荐的好物以及俊俊分享的故事，都跟微笑有关，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天猫双十一高露洁直播间，要跟大家一起打造一个健康的年轻力的微笑。是的，所以来吧，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任务就要交给俊俊了。刚才已经说到是一个这个非常称职的代言人，刚才唱歌让大家嘴角上扬了，但是想要微笑还要让大家开心，比如说你有没有什么开心的方法让大家也可以微笑，让大家开心的方法。我表演个倒立。好，特别好，来，掌声欢迎。哎，这个哎，这样吊威亚吊多了，过来倒立很厉害啊。这个地方哎，今天不太适合吊威亚啊，就露个腹肌好吧。
哎，不要，冷笑话，我怕直播间爆了，待会儿开玩笑，开玩笑啊，所以你要讲个冷笑话，讲个冷笑话，好，来，有多冷我们看看，哎，我最近听到一个哎还比较冷的笑话，哎，那就是，话说啊，有一个猎人开枪打死了一只狐狸啊，然后猎人死了，狐狸说哈哈哈哈哈，你知道为什么他笑吗？啊，为什么？因为他，你听过没有？为了缓解尴尬吗？因为他说我是反射狐。 啊哈哈哈哈！哎，这个时候大家就需要在屏幕前打出哈哈哈哈哈哈。哇，这个是哎，这样啊，一山更比一山冷。我给你补充一个冷笑话。什么冷笑话？有一块玻璃从20层掉下来，它代表着一种状态，它想跟你诉说一种状态。你知道它想说什么吗？诉说一种状态。对，一个玻璃从20层掉下来，它想诉说一种生活状态。我裂开了。 哎，你这个是吗？真的假的？哎，有一部分可以，但是它的描述你不知道啊，这怎么接下去嘛？啊，真的是我裂开了呀！答案是晚安，我先睡了。<笑>你看这个时候屏幕前已经刷出了无数个哈哈哈哈，是不是一山更比一山冷？你这是挺冷的，瞬间我就不流汗了，真的是。哎，我学到了一个，学到了一个是吧？学到了，哦，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抛砖引玉的方式，因为呢，我觉得微笑其实在生活当中有特别多种的可以让自己找到可以微笑的理由。是，比如说听到一个冷笑话，比如说用完了我们的高露洁的产品之后，你的牙齿变得亮白整齐了，那我们就要多多微笑。对，并且今天的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测试要
号跟各种各样颜色的一些牙齿。哇，它一共有16个色。对，16个颜色，这是一个色卡。我自己其实，哎，你可以微笑冲镜头，我来找一找。哎，其实我觉得俊俊的牙齿啊，差不多已经到了2号颜色了。哎呀，真的假的？啊，真的真的是，你自己看。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我用高露洁的产品啊。哎，对，真的是。所以呢，想要有健康的美白颜色的这样的像俊俊一样的牙齿的话，当然少不了我们的高露洁的好产品。今天来吧，进入到我们的正题了。在我们的一波互动之后，就要跟各位好好的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推出的这些爆款产品，而且这些产品你也自己都很熟悉了。太熟悉了，对吧？就从小用到大。所以，特别想问一下，既然从小用到大，因为作为艺人会经常的出差啊，会换一些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有没有一些固定搭配会在你的行李当中出现？哎呀，首先这个经常飞嘛，对吧，衣服肯定要准备嘛，衣服要准备，对吧，哎，洗护套装很重要。洗护套装，为什么重要？为什么？因为里面有高露洁的产品啊。哎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当然少不了高露洁，因为其实说到了洗护，大家可能觉得说啊，不管是洗脸啊、洗头啊，当然口腔的洗护保养也很重要，对吧？对对对，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这个搭配在你的固定的这些行李当中？特别的啊，我会带，哎，我会带。哎，这个就是你的是吧？这个就我的了。哇，贴身的这个自己的行李当中的好物，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我就拿到这儿来吧。首先啊，这个牙刷，这种牙刷哈，这个是宽柔绵绵丝的啊，这个适合这个比较敏感。我们先整个介绍一下，这个其实是你自己的一个洗漱包吧？哎，是不是？对吧？等一下，反了反了，这边啊，这个是你自己的洗漱包，这是我自己画的，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说是完完全全属于龚俊跟高露洁的？是因为上面的设计，这个画出的这一个可爱的牙齿，就是牙牙乐，牙乐，牙牙乐，牙乐洗漱包，我自己这个画瞎画的啊。其实还蛮好看的，一个牙齿，你看。哎，不是，有点惭愧，画的不太好，但里面的产品很好。各位喜欢就把喜欢两个字打在屏幕上，想要得到这个牙牙乐的洗漱包，谢谢，一会儿要听好我们的口令，听好我们的互动就可以了。谢谢大家这么捧场啊。哎，所以其实这个洗漱包也是你自己来用的洗漱包，对吧？我自己用的，我自己用的，我平时就带着这个。这个我觉得其实很，但我平时用的是电动牙刷，电动牙刷，电动牙刷。但是今天这个一会儿我们要好好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叫做宽头牙刷，宽头牙刷，它其实跟我们的口腔里面的很多这个力学的设计是有关系的。哦，稍后我们一一来介绍，一一介绍。最重要的是，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俊俊已经跟大家说了，这是他洗漱包，您迫不及待的打开洗漱包，介绍里面高露洁的好产品，让大家 smell and go for it。当然，我们要让大家 smell 的同时，除了要让大家听到俊俊怎么分享之外，还要
开场我说过了，有我们的红包口令。你知道我们的红包每一波有多少钱啊？我给大家多少钱啊？每一波有20000元的红包。天哪！就看大家的手速够不够快，网速够不够畅通。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口令要来喽，你想个口令吧。然后呢，我们倒数一下，就让大家开始抢红包。我想个，肯定要切合今天主题。好，放开笑，放开笑，各位。放开笑三个字在公屏上打起来，打在公屏上，不是打在公屏上，要打在我们的这个应该叫做弹幕上，在口令栏里面，口令栏，口令栏里输入放开笑，然后呢就要拼手速了，我们的红包马上就要来，看大家能不能抢到这一波的口令红包，但是没抢到的朋友们也没关系，稍后我们还有第二波红包福利要给大家在我们直播间放送，所以稍后继续来拼手速，各位，好了，哎呀，大家都说这个快点翻包，快点翻包，我刚才翻快了，难怪，你真是迫不及待想要展现好物，来吧，既然您说到了，这是这个俊俊自己亲手跟高露杰西设计的我们的牙牙乐洗漱包，是想要得到的朋友已经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就要一一来跟大家分享了，里面有很多的好物吧，哎，牙线，牙线，哎，牙线，今天呢一会儿也会跟大家细细来介绍，也是我们的一款爆款啊。是。当然，我觉得其实要说到里面最重要的是，大家每天在刷牙的时候少不了，你刚才已经说到了牙刷，还有一个，他的好伴侣是谁？刷牙当然是牙膏，牙膏对不对？啊，牙膏这个呢，可以说也是今天要无水酵素牙膏。对，其实这个我觉得今天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无水酵素牙膏，还有他的一个好朋友。当当当，哎，这个是怎么还只剩了半瓶啊？这个我是那个刚才吃了点零食啊，然后漱了个口，就是吃了点，对，吃了点，直接这个现场体验了一下，对不对？是是是是，不用体验，我每天都在用，每天都在用，非常的舒服啊。这个便携的嘛，方便，没错，是吧？嗯，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哎呦，牙贴，牙贴，牙贴，迫不及待的牙贴，牙贴也很好用，牙贴也是我们的无水酵素版本，是的，是的。所以一会儿好好的介绍一下，好好介绍一下这些在俊俊洗漱包里面的口腔护理的这些必备品。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像二号四号一样这么健康的牙齿啊，分我一个，这是你的，你刚才用了吗？不是，可是厉害呢。好了，既然说到了这个口腔护理，龚俊，问你第一个问题，你觉得对于自己来说，口腔护理最想得到的一个效果是什么？首先肯定是让我们自己牙齿更健康，对吧？健康是第一的，然后我再会担心这个牙齿发黄的问题。哦，为什么？因为我在剧组嘛，大家也都知道我会喝美式啊。为什么？因为消肿，消肿，而且就早上喝一杯美式，然后就拍戏嘛。然后这个高露洁的无水酵素牙膏和牙贴啊，我经常用，它这个薄荷味很清淡，我喜欢清清淡淡的这个味道。然后无水酵素牙膏呢，刚使用的时候可能有点干干的，但是哎，它遇水之后就有点微微的热感，哎，很温和，然后美白效果呢也很明显，哎，然后我再搭配这个牙贴使用，对，很完美的一个组合，啊，牙膏跟牙贴这个好组合，很完美的组合，是不是？嗯，所以其实你自己真的是在剧组的时候会来使用我们的高露洁，哎，当然，然后呢是叠加使用，感觉就效果会很棒，对吧？那可不。但你刚才说到了体验的时候呢，大家用到我们的这个无水酵素牙膏，有的很多朋友说，哎，用起来不像别的牙膏，是有点干干的，甚至用完之后在这个嘴上会有点热热的感觉。是，这个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科技环节来喽。为什么呢？科普一下，这就是刚才大家说到的俊俊手里拿的这一支我们的高露洁无水酵素牙膏。其实听到这个名字已经很多了，无水又是酵素，它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成分在？是因为我们的这一款牙膏它是有双重性的，不仅能够高效的溶解你的外源性牙渍，还可以渗透到你的内源，去把你的内源性牙渍也去除掉。哇！最重要的是这几个时间点要记住，5天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效果。对于日常，比如像俊俊喜欢喝咖啡呀，还有喜欢可乐呀，喜欢喝茶的朋友们，会有一些牙渍出现。5天之后见效果，如果你正确使用了28天，重复一遍，28天，哪怕你是有15年的老牙渍也能瓦解掉。哦，这就是我们的厉害之处。哇，很厉害。最重要的是呢，很多朋友会说他这么厉害会不会用在嘴里面有一些不适感？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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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一款呢我们里面有非常厉害的成分，几乎是没有刺激性的。我们的高露洁采用的是独有的专利酵素催化美白技术，名字无水，无水的配方就是要维持我们百亿酵素的活性，9倍的催化，去除牙渍。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看到我们的生产，我们的保质期，很多牙膏是在3年，而我们的保质期是在1年半。所以涂过去的朋友们要坚持每天使用，因为它要保持里面的活性，所以就是1年半的保质期。哇塞！并且各位还有里面搭配了非常舒服的超细感的颗粒摩擦剂，它呢不伤你的牙釉质，所以对牙齿敏感的朋友们用
用它也不会有不适感哦。看，这就是我们的无水酵素美白牙膏的很多的高科技的原因所在。那太厉害了，是不是？所以各位，双十一的力度这么大，又这么多这个黑科技在当中，如果你想跟龚俊一样拥有着非常健康美白的牙齿，当然赶紧来下单我们的这个高露洁，应该叫做无水酵素，无水酵素美白牙膏，美白牙膏，好吧？这个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好好介绍过了，回去之后好好体验一下。如果试一试，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如果说你这个使用牙膏觉得有点干干的话，你可以把它挤出来，先蘸一下水，再给再在牙齿里面刷啊，这就会体验感。这是小妙招吗？啊，这个就是小妙招，这不是大家都会这样吗？哎，有人是直接挤出来就刷牙的啊，那很干吧？所以教大家嘛，要蘸一下水，再润一下就更舒服嘛，是对不对？你看，所以刚才介绍了这么多的黑科技，你是不是也想拥有？想，我都自己有了。今天要囤货咯，囤起来。哎，而且。今天各位，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今天的这一款我们的牙膏不一样了，因为今天为大家设计的是我们的俊俊同款礼盒，并且呢这个礼盒当中是有两支牙膏，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促销非常的棒。这个礼盒呢，各位你拿到了手之后呢，我跟你讲里面还有小巧思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日常销售的两支我们的礼盒装的牙膏是189.9元，今天双十一促销期间我们的活动价是169.9元，但是除了我们的牙膏之外，我们还有俊俊的周边，就在那一边看到了吗？哦，有我们的啊、这一个，来俊俊给大家打就是展示一下，里面也是一个工具。哦，这是你的高露洁海报，海报，哎，海报，同款海报，还有我们的三张明信片，就在俊俊的前面，三张明信片，还有这一个非常可爱的迷你人形立牌也在你的前面，哎，这个是挺可爱的，哎，这个很可爱，对不对？当然还有刚才龚俊一直在随身携带的我们的同款牙牙乐洗漱包一个，也是在我们这一次的周边礼物当中一起给你的。当然今天还没完，如果说今天你在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下单的话，还可以领取我们的津贴补领取我们的津贴，奖励你10元变成159.9元到手这一大套，再优惠10元，还有赠品要给各位。还什么赠品？还没完，看到了吗？那边这一个手账本哦，这个我真的觉得我都想带回一本哦。这个里面第一个打开，教你做一个小酥肉啊，教你做小酥肉。然后呢，再往后翻，有很多俊俊送给大家的一些温暖的祝福的话，并且里面有很多非常帅气的照片。同样还有一个。各位，这是我们新的周边啊，我们的光闪明信片一张，到底什么样？拿到手之后好好的看一看。什么样？一共10件套。光闪明信片。我们这个卖一个小关子，这个到手之后大家看一看。你看还有贴纸。它这个可以贴冰箱上吧？对，贴纸可以贴在本本里啊，贴在哪里？本本里啊，贴在自己脑门上都可以。当然，这10件套今天都是在我们直播间这一时刻下单你才会拥有的，所以赶紧，只需要159.9元就可以有10件套的产品拿回家，赶紧来下单吧。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牙膏，当然牙膏我觉得是一个消耗品，因为每天最少刷牙两次，晚上白天一次，有的人吃完饭还要刷刷牙，但这是必备品，这是必备品嘛，必须得要，所以囤起来吧。来，刚刚我们说到了，其实今天刚才俊俊一直在问我说，哎，我们这个礼盒到底有什么小妙招、小巧思、小妙招卖个关子？稍后各位持续关注我们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看直播。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让俊俊跟大家一起来揭晓我们礼盒的这个小巧思，好不好？那既然说到了，刚刚说到了有牙膏就会有牙刷，一开始你就看到了我们牙刷，是一开始就看到了啊。哎，它叫做小宽头牙刷，来，我们拿上一支牙刷给我。小宽头，哎，是有点宽哈。哎，你看，给各位讲，它其实比普通的牙膏从这个设计上来看就要宽一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首先，它的这个接触面变大之后，它上面的我们的细软的绒毛会越来越多。当然，它是这个设计是我们一个梯形设计，就是里面会低一点，外面高一点。哦，这种设计是让你的牙龈在你的牙缝当中的清洁力更高。并且呢，这样子让你的牙齿跟牙龈的交界处的这个污垢可以轻松的把它刷掉哦，覆盖面会更大，并且呢，我们这个手柄的设计也是流线型的设计，拿在手里之后呢，非常的舒服，不会这个滑手，并且大家看，我们小巧思还在底下，我们从头到尾都有设计，除了我们的刷毛变宽，可以覆盖你整个牙齿齿面之外，我们的底部设计是让你的这个平时放在你的杯子当中的时候，它可以水沥掉，不会在那边有污垢产生。哦，是。这个下面对吧？不会有白白的那个污垢产生，对，所以这是一款非常干净又符合我们人体力学的一款非常棒的牙膏，牙刷。今天呢，各位来，牙刷的机制又要来了。牙刷呢，牙刷的机制非常棒哦。牙刷机制，今天呢，日常我们买一组，一组是
有两支。今天呢，我们的一组是要给大家发六支牙膏。日常呢，我们的一套是99.9元。今天呢，双十一大促，我们的价格是79.9元一套。今天在我们的官方直播间下单呢，又会立减10元，我们变成69.9元，你可以拿到六支牙膏，六支牙刷，六支牙刷。啊，你看你这边有吗？来，六支牙刷，来。到底多少钱？给大家更加明确一点哦。今天直播间的价格只需要69.9元，一二三四五六，六支牙刷带回家，还送东西。哎，来，还送东西。重点来了，我们还送什么呢？送两个18克，在这边看到的。来，我们有两个，今天是直播间加赠的哦。我们两个应该是氨基酸牙膏哦，氨基酸牙膏，两个18克的氨基酸牙膏，并且呢，还有我们俊俊的周边，刚才展示过的大海报，还有明信片3张，里面的一张随机发给你，还有我们的迷你人形立牌，以及我们的牙牙乐洗漱包一个，牙牙乐洗漱包，对，到手总共是9件，加上我们的两支18克的氨基酸牙膏。这个很方便，因为这个旅行装，旅行就是出去出差，对不对？我就用这个小，你就是用这个是吧？嗯，这个是我们的氨基酸牙膏，每一个18克也送给你，所以今天到手9件只需要69.9元，但这个价格就是此时此刻在我们直播间下单的价格，所以赶紧来囤货，嗯，好不好？而且我觉得牙刷其实要勤换，因为呢，有的人牙刷一用用半年，哦，那个毛都飞了，你知道吗？用成那样子。你应该是勤换的吧？是，我勤换。牙刷其实大家啊，如果用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点那种变形，就要把它换掉了。那个清洁力度的，它的角度已经不是很 OK 了。是，它磨损了。对，所以呢，六支牙刷，我觉得半年是够 OK 了，没问题的，好吧？嗯。既然说到了这个，刚才俊俊说到的要健康的让牙齿变白，对，你其实还提到了另外一个跟我们的这个酵素牙膏合作的好伙伴。哎，这个牙贴啊，哎，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呢，这款牙贴我觉得为什么好？为什么好？因为它人气口碑都很棒，人气口碑都很棒。然后它，我做了功课，主要是你也在用它呀？是我在用，啊，它里面有天然酵素成分和这个天然椰子油，哦，很温和。哎呦呵，不会太酸。成分你都知道了？对，我也做了功课的。对，就算每天使用都是 OK 的。哎啊。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刚才俊俊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大家可能很多朋友在直播间前用过别的品牌的牙贴，但是我们这个牙贴刚才俊俊说到一个很关键的词，它可以变成日抛，每天来使用。为什么这么厉害？是因为它里面含的成分是无刺激的，哦，温和的。对，这个就很棒。而且呢，用在你牙上的时候呢，它的牙贴设计我们可以来拆一片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它的设计感非常强，它呢是根据我们亚洲人的牙冠造型来设计的，这样子的话在你的牙齿上的贴合度就会越很高，让你的牙跟牙龈的接触呢就会变得非常的科学化，它不会让你的牙龈有不适感，不适感。所以呢，每天如果想让你的这个美白健康美白翻倍的话，用完我们的酵素牙膏贴15到30分钟，我们的酵素牙贴可以快速的瓦解你的这个牙齿的面膜。对，哎，这个棒哦，哎，这个形容词很棒，牙齿的面膜。你看大家都会每次就是说，哎，我的脸要美白，牙齿美白也很重要，好不好？是各位，是，所以这一个我倒觉得像急救面膜哦，它是比如说你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一个，比如说我要去见龚俊了，我这牙齿，哎呀，我今天喝了好几杯咖啡怎么办？贴一下好吗？15到30分钟就可以了。是，所以这个各位每一盒拿回去是有14片，今天的机制也非常的合适，你要不要囤一点？我看看，来什么个机制？来，我们看一看，今天呢很便宜喽，各位，市面上的价格这一盒14片装，差不多2周的使用量是159.9元一盒。今天双十一到手，我们价格是139.9元一盒啊。但是我们今天把福利直接拉满，我们再送礼物好不好？还要送什么？还要送你的周边哦，这个海报一张，明信片3张一套直接送给你，还有俊俊非常喜欢的我们的人形立牌，还有这个手账本。这个其实这个真的很用心，对，很用心，这个挺大的。同样，我们今天还加赠什么呢？如果此时此刻你在直播间里下单的我们的小伙伴们，我们还送你一支18毫克的氨基酸牙膏，并且呢，我们还有一个5毫升装的10支啊，5毫升装10支的氨基酸漱口水，漱口水这个更方便。这个其实出差很方便，这个东西放我包里啊。这个我个人觉得，比如说各位如果是上班族的朋友们，比如说临时老板说叫你去开个什么会，中午来一袋，哎，对，吃完饭之后，哎，
是不是？是是是，随时随地方便又可以有好的口气。万一吃了葱或者洋葱什么的，哦，对，那就真的需要这个了，要不然真的是太可怕了。所以一共是18件，一次性在我们此时此刻直播间哦，只有此时此刻直播间，包括俊俊的周边和我们的产品，18件到手129.9元，赶紧来下单吧！你看看，是的，今天呢不光是有好物，还有非常多的周边送给各位。当然，我觉得其实刚才俊俊也说了，在你的洗漱包当中，除了你自己非常追求的健康的牙齿美白之外，还是不是有一些小的这些应该叫做口腔护理的小工具可以跟大家分享啊？我刚才说了嘛，这个牙线嘛，对吧？牙线，其实在这个牙线也很特别、哦，咱们设计的牙线也很方便，它很小一个，对吧？而且它是薄荷味的。哎，我跟你讲，这个就厉害了。嗯。这个我跟你讲，其实很多牙线大家都觉得是用完之后是没有什么特别味道，但是它用完之后你的口气还是清新的。是的，因为它里面除了可以让你在饭后用完牙线让你的牙齿更加的清洁，并且呢它还可以让你的口气变得很清新。是的是的是的。接下来来我们让你猜一下，如今天我们这一个套组牙线套组非常厉害，我们到手是两盒的价格呢，市面价格是55.9元，你猜一下两盒在一起它整个拉起来有多长。两盒在一起，如果把这个牙线全拉开的话，我还没试过呢。你也不用全拉着，你猜一下，不要了吧，你猜一下，浪费了，你猜一下，它有多少米？我不知道呀。两盒到手，整个拉开，它有50米的牙线。哎呦，50米、啊！50米，但平时就用很小。对，平时所以说它的用量很足哎。哦，能用很久。来，所以各位，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牙线59.9元两盒，50米的牙线，这是市场价，在双十一期间你购买只需要46.9元，今天也就是此时此刻在我们直播间下单只需要42.9元，到手就有两盒50米长的牙线。当然根据自己的需求，每次把它扯一点点出来就可以了，一点点就够了。还有我们俊俊的周边送给大家，来再展示一次，迷惑你们一下，迷惑一下，这个诱惑大家一下啊！俊俊的海报一张，然后呢，我们在前面的3张明信片随机发送一张，还有俊俊的人形立牌以及同款牙牙乐洗漱包一个。当然，今天我们还有加赠，来吧，在这里加赠大家一支40克的酵素牙膏哦。7支装，这个也是可以带上飞机的40克装啊，这是也挺方便的。旅行套装，对不对？7件，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下单只需要42.9元，所以一次性可以囤到俊俊的周边好物，还可以拿走我们非常棒的牙线。哇哦！所以赶紧来下单吧，好不好？来，是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推荐吧。还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还有什么好物？哎，当然牙线这个就是饭后用嘛，对吧？那还得漱口，对吧？咱们哎，漱口水又被我拿走了，漱口水刚才用过了。我跟你讲啊，我刚才在这个我们直播开始之前，你知道我自己的化妆师跟我讲，就是他天天在用，而且他唯一就用的是这个品牌。是为什么？因为他真的不辣口。哎，你这个关键词一下就来切到了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痛点。最厉害的就像俊俊说的一样，如果说你长期使用这个漱口水，最担心的就是体验感不舒服，是对吧？你用过那种就是用一会儿就很辣，哎，就觉得我 要流眼泪了，哎，就恨不得赶紧吐掉它。对对对，这一个如果说你是工作熬夜呀，或者是比如说经常吃一些上火的东西，牙龈不舒服的朋友们，配合它来使用，非常的厉害，很温和。哎，我而且我养生了，郭医生嘛，真的。而且啊，而且哥，我知道一个科普。科普给大家科普小知识，来来来，什么知识？我们口腔哈，80%都是软组织哦，20%左右才是牙齿，所以刷牙呢只能清理牙齿，所以这个漱口水可以更好的清洁我们口腔的软组织。哎，就刷牙之后哈，你也可以漱漱口啊，或者中午吃完饭啊漱漱口。你这样说，其实大家平时只是。很多人就像大家说一样，我牙齿白就可以了，但是刷个牙就完事儿了，完事儿了、但是漱口水更多的是保护我们整个口腔里80%的软组织哦。是的，哎，这个要给俊俊鼓掌。面上的价格一套啊，我们随机来发口味是3瓶1组。那当然呢，这3瓶每一个都是我们的500毫升的正装。双十一期间购买价格比市面上便宜10块了。市面上卖的是69.9元一组3瓶，但今天我们直播间是59.9元一套3组，口味是随机来发给您。当然，我们还少不了俊俊的周边海报一张，然后我们的明信片随机发送一张，还有俊俊的迷你人形立牌一个，以及我们的手账本一套。但是此时此刻直播间，如果你来下单的话，又来了，我们还要加赠，加赠什么呢？加赠一个250毫升的漱口水，还没完。这个挺，其实这个不能带上飞机了，但这个可以。100毫升的漱口水，这个是挺方便。对，这个
很方便，而且口味我们也是随机来发送，这些到手就是我们此时此刻在直播间双十一期间高露姐给大家带来的超大优惠，九件带走，赶紧带走，九件带走只要59块，哎，好事了，九件带走只要59.9块，好吧，来这个漱口水，我觉得大家养成一个习惯，不要以为只是刷完牙就结束了对口腔清洁，就像俊俊说到一样，80%左右的软组织是面积很大的，对，你要照顾到它，你的口腔才能更加健康。所以我觉得今天力度这么大，就赶紧来下单。好，接下来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么大的这个力度啊，还是要要求我们的龚俊既然来到直播间，就要加大福利力度，并且上什么？要双十一来了嘛，我们再来发一波口令红包好不好？好，20000元怎么样？发，够不够豪气？豪气，20000元的口令红包要来了。嗯，还是在我们的口令栏，这次要输入的是我们这次直播的主题，叫做“笑出口腔年轻力”。再来重复一遍，笑出口腔年轻力。哎，笑出口腔年轻力，各位准备好、哦，你来倒数3秒吧。好，准备啊，各位朋友们，来了，3、2、1，抢红包吧，赶紧两万元的红包。没错，你看屏幕上现在全部刷起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笑出口腔年轻力。哎，没错，想要笑出口腔年轻力，当然我觉得还是那句话，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差，运气都不会差。相信刚才笑一笑，抢到了红包，10年少、哎，笑一笑就能抢红包，还能10年少啊！当然，今天我们的福利还有很多。如果说刚才你还没有抢到的话，没关系，你要知道，在直播间当中，福利是越来越重头戏的。接下来我们的重点来了，今天呢，各位俊俊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要在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当然呢，各位想要这个礼物的朋友们，期待一下，我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因为我们开场就说到了，俊俊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是要跟我们的这个礼盒有一个小小的互动。那可不，而且我来描述一下这个礼盒啊，这个礼盒呢，可以你拿到之后呢，让俊俊的身影陪伴于你左右，并且你在笑什么？因为这个礼盒呢很特别，它除了里面有我们的两支非常厉害的高露洁的无水酵素牙膏之外，还通过了从我们小学就知道的一个物理定律，叫做小孔成像，让龚俊的背影在你的生活当中和他一起定格美好瞬间。接下来我们先请工作人员把道具拿上来好不好？上道具，我们先让龚俊体验一下什么叫做自己跟自己的背影来合影。来吧，来了，来吧。好，来，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背后出现了一个叫做背景板。接下来我们就要请龚俊跟自己的这个小孔成像的背影完成几个合影，好不好？先做一个稍微简单一点，先做一个，我们三连拍好不好？可以吧，三连拍，来，准备好啊，俊俊跟自己的背影的，这是当时拍照的时候的角度啊。好，哎，自己跟自己，龚俊跟龚俊面对面，靠近点，截图，快截图。OK， 好，第二个，接下来第二拍，哎，摸摸头吧，哎呀，乖，拍一拍，这是动图。好， okay， 来第三拍，比个耶，比个微笑吧，啊，比个微笑，对，我们比个微笑吧。第三拍，比个微笑啊，哎，比个，哎，等一下啊，挪一下，来，3、2、1，比个微笑，快截图，我们要笑出这个健康的口腔，露齿笑，洁白健康的牙齿。OK， 谢谢俊俊子。我相信刚才屏幕前的朋友们都截图了，而且呢，应该很多朋友们会把这一个乖。你知道吗？他们肯定会干一件事情。我拍自己，哎，把我抠掉，把他们自己 P 在那个你的那个背影上面，把我的影子抠掉。当然，各位，这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应该叫做用合影的方式，而且小孔成像是一个我们从小就知道的一个物理原理。但是，就像我们说到一样，保护牙齿跟口腔健康也是我们从小知道的一个要做的事情。是的。但是今天我们又跟龚俊在现场，又通过高露洁的这些我们非常棒的好物，让大家知道了怎么样可以高效的去让大家用一个健康的口腔来陪伴着你，好不好？来，既然跟大家说到了今天我们是福利加倍，我们还是这句话好了，既然代言人来到现场，我们就不能轻易的放你走，我们再来让这个福利加倍好不好？我们让龚俊送出几张亲签的明信片如何？没问题，送个300张。把手牵断了，我们送3张吧，好不好？三张亲签啊，各位，那没问题。还是那句话，接下来要拼的是手速，然后在口令，在屏幕上打出的口令是爱龚俊爱高露洁，各位把这个刷起来，爱龚俊爱高露洁。稍后呢，你要拼手速的是，如果在你的屏幕前弹出中奖信息，要立刻截图，我们要凭借这个弹出的截图信息作为凭证来代表你获奖咯，
好吧，来，爱龚俊，爱高露洁，刷起来，我们谢谢大家。五秒钟的时间，你就喊，我喊五四三二一，你喊停吧。啊，好，好吧，看看哪三位会有这个中奖的弹屏啊，不要叫弹窗了，弹窗好可怕呀，弹屏，弹屏，弹出的屏幕啊，是弹屏。来，倒数五秒，五四三二一，停，就是你。有三位朋友，我相信这三位朋友在屏幕前已经露出了这个牙齿的微笑。微笑。只有三位啊，这三位朋友，如果你截图的已经有这个中奖信息的话，请你凭截图去联系我们的客服工作人员，我们确认中奖信息之后，是凭借这个截图确认之后，我们就会把礼物送给你。希望你可以在这个微博上艾特我们的官博，是晒出这个唯独在我们双十一只有三份的来自高露洁跟龚俊的签名的明信片，好不好？好了，如果没有获得这个好物或者获得这个礼物的朋友们，也不要这个灰心啊，因为我们稍后在高露洁的官博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来自龚俊跟高露。我觉得不同的惊喜，哎，送给大家那297张啊，开玩笑，还有很多礼物啊。最重要的是，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请到龚俊，不仅仅是要分享到，其实这一段时间他其实还在忙着在拍戏。还是那句话，你来之前，很多人在这个屏幕前刷，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高强度的工作，同时还能带给大家这么好的微笑，我觉得这是龚俊每次带给大家很多能量的一个表现，嗯，所以最后给大家送上一段暖心的祝福，好不好？首先哈，我要感谢大家啊对我的关注，也谢谢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喜欢我的朋友们啊，我的粉丝朋友们，我的俊伟仙们啊，谢谢大家的支持，也感谢大家能支持我代言的高露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谢谢。是的，也祝大家啊笑口常开，哎，双十一快乐啊！双十一快乐，买到烦恼，对，是没有烦恼。我觉得没有烦恼，其实就是代表着让自己每天要给自己打气，要给自己鼓励。是的，是的，是的。微笑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大家可以说，其实微笑很简单，但是呢，能每天做到微笑不容易。是。微笑的同时，又有着健康的牙齿更不容易喽。吃嘛嘛香。对，吃嘛嘛香。所以选择我们的俊俊推荐的高露洁。再次要谢谢俊俊带来的今天的分享，也希望各位可以有更多的治愈的微笑，像龚俊一样，每天鼓励自己，也让大家感受到微笑的力量。再次谢谢来到我们的高露洁直播间，谢谢各位喽。谢谢大家，拜拜，下次再见。拜拜。